到那边到，没听我还没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但你就撞到，记得这个号码啊。一号那个箱子上面有写一。杨王，文山，杨文山，过那个一点。二号。大头洞。全真宗。全真宗，这宗三号。等一下，我们没有饮料的话，这个水仙，你要带那么多水去的话，不重。 哎，怎么知道？我们大会所提供的饵料，包括就是我们两块南极虾跟一包粉，其他的饵料不可以使用。那以我们各组的裁判啊，检查一下我们现在的各组的那个诱饵袋，还有竿带。 扣好，把它扣好。要扳平哦。嗯。啊，这里面，这里面不及格的了吧？这只没有。哎，八哥，不及格的还要扣分呢？不及格还要经过人家验尸啊！那个时候两只。我这边说一只。那个谁？嘉明。这第几组？以上这组。嘉明的。全部收你这，不搞。对啊。那也不要那么多，都不合格。对啊。那是谁的？一四一五。大哥的。还好，不是我们的。一四一五，加两只。